曾经到一些原住民部落去看我们的这个部落里面的朋友，有老人家跟我讲，头目告诉我，他说我们要长照。啊，一瞬间我突然觉得说，我们都觉得头目很厉害啊，可是头目说他也需要长照。所以这个长照的需求是每个人都需要的，我们每个人都会老啊，这个长照对台湾的社会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我预计我们逐年的增加，而且我们财政的准备也都准备好，我们要有一个贴心的县长，让我们长照做得更贴心更好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。我们也会投入在地方建设，我们把地方建设的预算也增加了，那我们要有一个能干的县长，把建设做在我们花莲人最需要的地方，让花莲人能够感到便利，让花莲人有个发展的机会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。